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Epic Crimson。其实呢条片由去年年中已经系谂住做噶啦，但系要拖到依家先至能够完成，因为啲拖延症同埋年中去到依家个 game 喺战斗领域当中出现咗好多变化，例如话有第四代嘅调整数值、属性有效倍数更改同埋 PVP， 都将我以前预备好嘅资料变晒过时资料啊！所以趁依家，我快啲咧将呢个玻璃大炮指南重新整理，并且将佢完成啦。咁有睇过频道入面嘅团体战挑战就会发现啦，完成呢啲挑战，我哋有时候都系会用玻璃大炮噶。最出名嘅例子，莫非就系三人超梦梦，必须用大量嘅钢筋嚟去完成。咁我哋系几时先至用玻璃大炮呢？到底玻璃大炮以一般玩家嚟讲，值唔值得投资呢？首先定义一下咩系玻璃大炮啊？玻璃大炮意思就系攻击高但系十分之薄血嘅物种。在 Pokemon 正传游戏当中，这些玻璃大炮利用他们的速度、特性、特定技能等等，能够抢先对方发出猛烈攻击击败对方，但一旦收到对方的攻击就很大机会不堪一击了。而在 Pokemon Go 的道馆和团体战系统，玻璃大炮的作用就是以最短的时间击败对手。玻璃大炮没有上面讲的优势，率先发出攻击，攻击的时候亦都同时接受到对方的攻击，所以好大机会在短时间内就会挂老诊，继而浪费更加多的药水和复活药。在 Pokemon Go 的道馆和团体战系统，玻璃大炮其实是一个相对上的勇字，不一定只是代表耐力数值偏低的精灵。有时候有些精灵会因为对方的攻击值或者是技能而成为了玻璃大炮，例如面对这个真气弹超梦梦的班格拉，面对裂空座的启普隆等等。有些亦都是只不过相对自己属性其他选择而更加脆，变成了玻璃大炮。例如说在龙系入面，暴泳员和裂空座相对来说是玻璃大炮，但实际上比起附敌耿鬼、阿布梭鲁其他属性的玻璃大炮呢，后续很多。所以我们愿意用这个玻璃大炮，是因为我们觉得牺牲少少耐力来去换取更加多的攻击力，又或者准确点来说是更加高的 DPS， 每一秒的伤害量是值得的。缺乏药水、复活药的大部分情况就尽量不要用玻璃大炮啦。而至于 PVP 的范畴，阵间亦都会提及，亦都可以直接跳落去这个时间度。咁样是应该怎样充分发挥到玻璃大炮的实力呢？首先，不是每一个玻璃大炮都是好用的。一个好用的玻璃大炮，它的攻击力一定要比同属性或者是同一类型的精灵明显地优秀，但是生存力就不能够差太远。而这里的攻击力的定义就是精灵自身的攻击数据再加上技能的强度，所以以下就是一些真的叫做好的玻璃大炮了。耿鬼、攻打鬼、超能系的强力打手 DPS 有阵时是会超越到准神和这个神兽范围，耐力数据就刚刚好，不是太脆，亦都不是说太厚血，所以刚刚好叫做一个玻璃大炮。只要不是面对自己弱于的属性技能，都会表现良好。例如说如果是打精神强烈的超梦梦的话，你会宁愿去用全班兵团而不是用耿鬼。而在战胜时间方面，比其他常见的打手好像说班格拉超梦梦是可以快上几十秒去到一分几钟的时间。罗斯雷朵最强草毒系开放了第二技能之后就会稍微弥补薄血发不出多一次入光速的缺点，威力就跟这个疯狂植物的奇异花相约的。马柳拉恶和冰系的这个玻璃大炮技能就同样优秀，冰系尽管是有这个长毛猪更加劲，但这只马柳拉仍然是可以作为多一个冰系的选项。而恶系攻打鬼、超能系的表现同暗影球超梦梦相约，十分之不错。日衣贝、富迪平民强重，没有超梦梦的话用他们打怪力绰绰有余。相信大家都听过一种讲法的，自己一个人去打怪力，然后再用怪力去打班格拉，再跟住用班格拉打翻啲神兽团体战，所以日衣贝、富迪就系帮你建立强力嘅队伍开始，而佢哋自己本身喺打道馆方面都好劲噶。蜥蜴王尽管喺草系唔够呢个罗斯雷罗咁劲，喺 PVP 由于配置咗呢个连斩加叶刃，破网威胁力咧系众精灵最大之一，而未来配置咗社群日技能，甚至系可以取代到罗斯雷罗嘅草系地位。卢卡利奥整体来说虽然是不够怪力劲，但是 PVP 有不错的用处。战锤龙295高攻，拥有同富力相约的一个耐力，再配置埋岩崩的技能，比耿鬼是更加完美地演绎到这个玻璃大炮。而次一级的选择我们还有这些。
咁其實除咗代鈎同埋呢個輪琴貓之外咧，呢啲精靈係次一級玻璃大炮原因，其實係因為佢哋攻擊力並唔係自己屬性最強，但係亦都可以話係其次最為可用嘅玻璃大炮。並且絕大部分除咗阿布蘇魯之外啦，都係相對容易入手嘅選擇。而代鈎亦都係入面嘅原因，就是、因為喺偶然嘅情況之下，其實表現係十分十分唔錯噶，但係咧需要付出嘅糖果代價太高。輪琴貓亦都喺入面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一個昂貴版，但亦都係稍微加強咗嘅雷伊貝。仲有一個潛在嘅優秀玻璃大炮咧，就係呢個巨鉗蟹啦。因為佢嘅招牌招式蟹鉗取咧，就已經一直喺呢個遊戲檔案咧一段時間噶啦。假設呢個技能夠勁嘅話，如果推出咗嘅話，巨鉗蟹亦都會將會起碼超越到呢個鯉魚龍，成為一個好嘅選擇。第二啦，玻璃大炮主要咧係喺呢個團體戰發揮。PVP 或者道馆战都不算是一个最好用的范畴，而玻璃大炮是要用一对才够的，而不是说用一只两只就算。一只玻璃大炮我们是看不出它的实际威力，因为主要的功能都是靠你后面的后血怪嘛。而用一玻璃大炮军团意味着战斗大部分时间都能够维持住玻璃大炮的高 DPS， 这样才可以看得出玻璃大炮快了多少，对于低人数或者创纪录抢伤害量是十分之有用的。而对于部分极限挑战更加是一种要求，就例如说在改动数值之前需要用大量的暗影爪耿鬼三人攻打超梦梦，双人架得架。改动之后虽然是有更加多的极限战变得容易，但要破纪录的话有时都是要靠这些玻璃大炮。而如果只有一两个这些强力的玻璃大炮，讲真那句，其实对于 DPS 呢的确数字上是有改善的，但我觉得如果你现实中这样玩的话其实是不够显著。一般呢就不一定真的要完整六隻咁样玻璃大炮升齐的，我觉得最起码需要三隻。所以如果你是不愿意花太多药水的朋友呢，对于升不升玻璃大炮呢都是谨慎啲考虑啦。第三，你是一定要强化，除了是达到攻击力的潜质，更加是要达到这个耐力的要求。对于玻璃大炮很多时候耐力比起攻击力更加紧要，为了那多少少的耐力，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出到多一次大技，令到一个玻璃大炮更加之有用。我们就拎耿鬼做例子啊。咁喺呢度啦，我用耿鬼嚟去打代欧奇希斯普通形态，一入场就已经被一下十万伏特打到红血。如果 level 再低少少嘅话，耿鬼系冇可能生存得到噶。而一般而言，攻打代欧奇希斯普通形态，耿鬼出到两次暗影球先至算系有效嘅发挥。喺度见到啦，耿鬼准备出第二次暗影球啦。而如果登住落嚟，代欧奇希斯嘅充电光速将耿鬼打死，咁样第二次嘅暗影球就会变成无效嘅。但系跟住落嚟，耿鬼受到呢个充电光速攻击，剩低一条线嘅血，咁样就成功令到呢个代欧咧再食多佢一次暗影球啦。原来啊，我呢只耿鬼喺 39.5 level 有一个耐力突破点，受咗一次呢个十万伏特之后，仲需要三次充电光速先至会被打败。咁因此咧，呢度我只耿鬼受到两次充电光速，仲未阵亡，成功咧有时间咧发出第二次嘅暗影球。而跟住落嚟只耿鬼亦都系一模一样，一入到嚟受到十万伏特攻击，跟住亦都系食咗三次充电光速先至阵亡，成功发出两次暗影球。而去到呢一只啦 ，CP 低啲啊，咁虽然系升爆咗，但系防御 HPIV 唔达标，就系食到两次充电光速加一次十万伏特就死咗啦，出唔到第二次嘅暗影球。咁尽管要出到呢两次暗影球，都系要讲求少少运气，但系耿鬼亦都系需要一定嘅耐力基础，先至能够达成到呢两下嘅暗影球。由此可见，培养玻璃大炮，与其养只十五攻嘅，咁仲不如养一只防御 HPIV 比较高嘅啦。能够出多一次大技嘅影响，好多时候比增加细技嘅伤害更加大。出少咗一次大技，亦即系代表咗你死得更加多次，先至能够打败对手，导致咗浪费更加多嘅药水同埋时间。所以老实讲啦。盡量咧就將呢個玻璃大炮咧升爆佢。第四，先聽下呢一位朋友同我講咗啲咩嘢。黐線，三隻耿鬼已經打到佢黃血啦，二百零秒。你有耿鬼啊？冇官就話，你話冇官就耿鬼啫。之前大過，跟住之後，啊我之前打咩咧？啊係啊，之前打美夢殺。跟住我三個打，咁三即係我嗰陣時我放市民可能三個打。跟住可以出耿鬼，即係耿鬼行頭，跟住之後三嘢。跟住我搬翻啲超夢，即係我本身係耿鬼超夢。睇技嘅啫，其實。嗰只係咩咧？好似唔係搬化石，好似唔係搬化石，但係都係用耿鬼係打。跟住之後我搬翻超夢嚟翻。
跟住就不停吸。嗯，有時捱得耐少啲仲好啲喎。呢啲我好啲。咁正如剛才阿 K 嘅經歷啦，咁佢遇上嘅美夢神唔係用呢個月亮之力。如果耿鬼面对系极光速嘅话咧，会相对呢个月亮之力咧吃力少少，死亡次数同埋呢个表现咧亦都唔会咁稳定嘅。而如果系面对翻呢个预知未来嘅话，耿鬼更加系一隻一隻咁样被秒杀。所以你要知道几时候先至用玻璃大炮，几时候先至唔好用。而你系需要睇对手嘅技能而决定，所以你需要起码了解到呢个属性关系，并且一睇到呢个自动选择队伍就知道 boss 嘅招数。又或者是靠 WeCatcher 来查他的技能，但是这样都不够，你也要衡量一下你的玻璃大炮能不能够在这个情况有效地发挥呢。而这个有效发挥的标准，说真的那句，有经验玩家是最清楚的。而因为不同 boss 的攻击、防御数值和招式都是不同，不能够以同一个方式来去带出这个标准到底是如何的。那给大家个例子啦，攻打超梦梦，打念力和精神利用的超梦梦，耿鬼的死亡次数输出的相差其实是可以很大的。但是自动选择队伍是话给我们不到这个超梦梦是用念力还是精神利用呢？所以有时候玩挑战的时候，你是需要入去个战斗发现奶了东西，看到一下子扣了这么多血，那你就是需要退出重新用口血的队伍再来玩的。其次就是以每一隻出到多少次大技来去作为衡量玻璃大炮的一个实用度。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到玻璃大炮是能够制造足够的 TDO。长话短说啦，其实就是要找一个玻璃大炮最为厚血的情况。打这个黑雷色里亚为例啦，出到三下暗影球的耿鬼是合格的表现。而面对回预知未来的黑雷色里亚，虽然模拟器上面说耿鬼这样打这个预知未来亦都可以是三人挑战成功，但是耿鬼死得特别快啊，除非你有很多耿鬼部队真的可以用，你需要补很多次血，那变相呢其实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拖慢了自己的。然而啦，打返呢个代欧普通形态啦，耿鬼有效发挥嘅标准其实都系两下暗影球，耿鬼死得亦都系特别快噶。但系由于代欧系十分之薄血嘅缘故，你需要击败代欧嘅耿鬼数目，其实比起击败好多其他 boss 嘅呢个耿鬼数目咧系低噶。咁补血换队嘅时间咧，亦都系比佢哋少好多，咁令到耿鬼咧喺呢种情况咧变得好有用。而其他情况啦，例如话单挑附敌、念力土偶呢啲三星怪，耿鬼可能要出三四次暗影球先至足够噶。咁俾大家睇下一个反面例子啦。咁耿鬼本身系三重格斗系，咁其实呢个怪力单挑我就参得意，想拎啲耿鬼出嚟玩一玩啦。谁知我就一时疏忽，冇发现到呢一只怪力用嘅系子弹拳加重磅冲击。咁呢个双重角属性技能咧，咁耿鬼对于呢一个咧系冇抗性噶，所以系会变得咧比平时更加玻璃。咁虽然能够成功系100秒黄血，但后尾操作咧比以前差，咁最后咧系出唔到足够数目嘅暗影球，六只耿鬼提早死晒，弹跳失败。所以如果系遇上啲冇抗性甚至系有弱点嘅技能，一定要超级小心，唔能够用太多嘅玻璃大炮，因为咁样系令到佢哋更加玻璃，死得更快，继而咧系变得系冇用噶。第五啦，系关于闪避嘅问题啊。咁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啦，咁既然咁玻璃，咁不如避开个大忌啦。咁其实试过咁样做嘅朋友，好多时候都会遭遇到假死嘅情况，亦即系所谓嘅闪避bug。咁呢度咧就将闪避bug正式咁样介绍一次啦。咁触发呢个bug咧有两个条件，咁第一咧就系多人参与一个道馆战或者系团体战，咁亦即系话单挑咧一般都系唔会出现咁嘅问题。第二啦，对方嘅大忌如果唔避系会一下子秒杀。咁你如果係避咗嘅话，游戏就会变傻咗，辨别唔到你到底係闪避成功定係失败呢。咁所以就导致咗你隻精灵呢係处于一隻假死状态。因此啦，你只能够呢係单挑嘅时候，又或者你知道跟住落嚟嘅攻击唔会秒杀你隻精灵嘅时候，采取闪避嘅行为。第六，喺我哋进入 PVP 之前，先将前面嗰几个要点做个小总结啦。玻璃大炮最好用嘅时候就係最唔玻璃嘅时候，透过升 level 选择正確嘅呢个玻璃大炮，面对正確的情况作出正確的抉择，才能够将这个玻璃大炮变得最不玻璃，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七，玻璃大炮在 PVP 到底好不好用呢？我觉得起码是不会好像团体战那么好用的。记得一开始我讲过了，在 Pokemon 正传游戏当中，这些玻璃大炮利用他们的速度、特性和特定技能等等，就能够抢先对方发出猛烈攻击击败对方，但一旦受到对方攻击就很大机会被陷入了。这个道理去到 Pokemon Go PVP 一模一样。
在这个 PVP， 我们可以将精灵世纪的 EPS 当成所谓的速度数值。所以如果那个玻璃大炮的 EPS 不够高，也就是说速度不够高的话，不能够抢先对方出大技，那在 Pokemon Go 毫无道具特性的情况之下呢，是一定输的。以下就是一些比较快的破网选择啦。咁另一方面啦，絕大部分玻璃大炮喺 PVP 所作出嘅世紀 DPS 其實係十分之高噶，但係由於太過薄血啦 ，TDO 低得可憐啦，所以係唔適合用嚟咧淨係出世紀嚟去打人嘅策略。戰鬥一開始嘅時候，雙方咧係1/1000會有兩個防護網喺手，所以玻璃大炮喺 PVP 唔似團體戰咁啦，最好唔好擺喺第一位做前鋒。如果發出嘅大技全部被擋住嘅話，會好唔抵。最佳的情况就是将对手两个网都破晒啦，先至派上你的玻璃大炮。咁样嘅话，起码你只玻璃大炮嘅大技能够重重地打落对方度啊。由此可见啦，喺 PVP 玻璃大炮唔系一个最可靠嘅选择，但系系一个风险高、回报高嘅选择，净系需要狠狠地打中对方就够啦。但系前面亦都需要靠队伍其他精灵嚟去配合，先至能够破解到对方两个网。咁样先至会令到呢个队伍中嘅玻璃大炮呢有所其用㗎。咁所以呢个就係用呢个玻璃大炮嘅指南啦。咁玻璃系一种缺点，所以我哋就会用任何方式嚟去掩饰或者係减低呢个缺陷带嚟嘅影响。所以玻璃大炮值唔值得投资呢，就睇你适唔适用啦。希望呢条片能够帮助大家呢加深对于呢个玻璃大炮嘅了解。我係 Epic Crimson， 我哋下次再见。